开了2个小时车来到湘潭，听说这里有很多大爷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发现一位落单的大爷。这是钓鱼的吗，大爷？你的袋子里面装的是鱼竿吗？烫锅的。哦，烫锅的。跟那边一起玩的吗？那你怎么不过去一起跟他们玩嘞？他们不让搞啊。可以替你拉一下，拉一拉不？我帮你搬东西。哦，你的朋友没来。原来是没有观众，大爷觉得没意思。要不我跟你一起玩？大爷听说一起玩，立马来劲了。来做观众。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。大爷，你教一下我拉喽，好吗？带徒弟不？大爷教了一首花鼓戏谱歌。我试试看啊。我没拉过花鼓戏，没拉过大同。好吧，那就直接来段赛马，先帮大爷把观众吸引过来。咽了咽唾沫。哎呦我的妈！围观的大爷们有点蒙圈了。公园里的天花板听说来了位高手，匆忙赶过来说要切磋一下。原来这位大爷有语言障碍。父亲啊，想听这首歌，他用文字写的给我。大才爷，打扰了，走了。我只会离了，这把琴就送给你了。下次，下次来玩啊！天花板笑得可真甜。